又是化石森林。 这停那边，那就哪儿？把车停那边。那是哪儿？来来来来，你给我过来。哎，那您帮我停一下啊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站住！车也不好好停。衣服穿的什么样子？哪个系的？全让给我看看。哦。在这儿呢。那你裤链子没拉呀？哎，拉链。你别跑！ 站住！出来！人呢？哎，哪儿？人呢？ 哎，你们看什么呢？哎，同学，请问探险社的招新是在哪儿啊？这就是探险社，这就是探险社。招新人就是我本人，就是你。到齐了吧都？都到齐了，都到齐了。啊，走吧。走走。哎，看看看啊，这罗布泊。哦，中国最神秘的沙漠湖泊，听说古罗兰曾经在这里消失了。哦，这个地方，这还有点意思。撒哈拉沙漠，知道吧？非洲北部最大的沙漠。 听说还有恐龙化石，我还去过呢，还摸过。你还摸过呢？这个地方，真行啊你！千百山，大雪山，摸过呀。听说常常有雪怪出没。这个地方上次我去的时候，晚上的都是呼啦啦的叫声，可吓人了。有一次呢，我就忍不住了，无意出去，结果怎么了？这可是社团机密，可不能告诉你们。喂，你这。 说这些地方你都去过呀？怎么你不信啊？哎，不信拉倒！我跟你讲，我们社团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正好有一个活动。什么活动啊？探索这所学校最神秘、最诡异的地方。哇！听说有很多未解之谜。
还有这种地方了，在哪儿啊？不是社员可不告诉我，还不快，卖起瓜子来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时间就是今天这一天，过去不候。啊！哎，不急不急，路费费一毛。我也不用，我这儿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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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在这儿呢。都在这儿呢吧？走了。走了走了。 哎，别打扰人家跳舞啊！好了好了，就是这儿。原先呢，做过大学的体育馆，后来呢，也做过医学院的研究室，不知道解剖过多少尸体啊，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研究。据说啊，常常有人听见里面有古怪的响动。不过我相信呢，咱们这次体验一定是非常难以忘怀的。走。 你怎么会有这儿的钥匙啊？我管这一片的。你们看我像学生吗？咱们学校呀，有很多特殊部门，很多超自然现象都是由这些特殊部门去研究的。这个体育馆就归我管。 这里边还有人呢，按理来说这里边应该没人才对。哦，据说呀，别说了，不是，这里边没人呢。 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了？张宝庆，陆叔，你这样也能认出我呀？ 你这个熊孩子，又捣什么鬼？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地质研究所啊！陆叔，你看他们几个，还大学生呢，什么封建迷信都信，这种人多吓吓就好了。你收钱了对吗？一人就一毛。宝强，这样不好。哎，陆叔。 你心里不是说要半个多月才回来吗？你这次怎么回来的那么快啊？是不是勘探到什么结果了？我有点事先回来了。陆叔，您不会是哮喘又犯了吧？我早就说过吧，这千百山这种地方，您这气管指定受不了。我这个病啊，最害怕的不是天气，是生气。我说你啊。 少惹我生气比什么都强。我哪敢惹您生气啊！我心疼您还来不及呢。你这孩子就是长了一张好嘴，拿着。这是什么呀？前一段时间你有一个好的想法，就是利用白蚁的蚁穴寻找经脉这个办法，学校批准做实验了。这是给你的报，嗯。这结果都没出来呢，缺钱我不能要。行了，你就别再谦虚了，拿着。行。 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别乱花，回去交给你妈，让她帮你看着。我这都多大了？你多大了也没个正经工作，整天让你妈为你操心，你好意思吗？哎，陆叔，您这次回来的那么快，是不是发现金矿了？我跟他们地质队有分歧，我回来整理资料。就这资料，我查过，不就是说什么千百山有个万金之国吗？ 哎，你们去千百山就是为了找他，对不对？这些资料都是内部的机密文件，你要想看可以，先参加地质队。谁爱看谁看，我才不看。宝清。
你就听陆叔的话，好好找个正经工作，别让你妈妈为你操心了，好吗？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那个我肚子疼啊，陆叔，我真遗憾，听不了您的教诲，我先去趟厕所。哎呀。好奇怪的脚印。哎呀，不会是真的指环了吧？怎么还停电了？陆叔，陆叔，是你吗？陆叔，病人姓陆，陆国华，大学地质教授。你是家属？邻居。那家属呢？没有家属，单身。医生，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就好了。看检查，陆先生应该是神经中毒。那你就治呗。你听我说，神经中毒分很多种，动植物中毒都有可能，我们得要找到毒素来源。有东西。医生，等等，帘子。
太快，没看清楚。是毒烟吗？不确定，这东西确实有些奇怪。对了，病人中毒之前都接触过什么？啊，是这样，当时我在厕所，然后看见旁边有双毛茸茸的脚，我想不对劲啊，我就出去看，结果那个东西就消失了。他爬到屋顶，屋顶黑啊，我就找手电筒，结果陆叔就发疯了，他像发疯了一样掐我的脖子，我把他推开后，他就晕倒了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了，奇怪吧？医生，陆叔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不太确定。那我得收拾一点东西过来。不，这么冰，冻冰棍呢？就中毒了呢，在办公室里还好好的，这么说不是这儿，是库房中的毒。水？什么东西啊？用的尸体吧。尸体也打针？说好几点回家的，怎么回事啊你？怎么了？往回倒什么东西呢？你淘气淘马呀你！你现在开始倒人了。醒了吗？没呢。凉了凉倒是没烧，看看喝点姜汤试试。怎么没送派出所呀？不是，放陆叔门口的，怎么也得等陆叔醒了问清楚啊。那你打人家干什么呀？诈尸啊，我顺手就打下去了。
诈尸啊？嗯，那么吓人呢？灌好了吗？好了，给他放被子里去。好。什么睡相？哎，你醒了。哎，没事儿，新换的。这人怎么刚起来就打人啊？流氓！你听我说，其实不是。那个不是。咬人！看你咬啊！你放开我！怎么回事啊？妈，没事，我已经控制住他了。臭小子！你也太狠了吧！认错。是他先打我的。男女平等，知道吗？不管他对你干嘛了，你反正都得认错。这是什么平等？对不起。说大声点儿。对不起。姑娘，你不要害怕啊，刚才那衣服是我帮你换的。你是女鬼吗？啊？这我忍不了了啊！干嘛呢？不是，他说你是女鬼。你给我坐下。姑娘，我们是人，你看，我的手是热的，你摸摸看。是不是？啊，你看我们这还有影子呢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没事儿，他叫张宝庆，是我儿子，亲生的。嘿，我这个儿子呢，虽然是又笨又倔，但是人还不算坏。又笨又倔？你不要说话了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菜瓜。菜瓜？该不会是蔬菜的菜？西瓜的瓜吧，真是，难怪你要被冰着送过来，喝着是保鲜的呀。你不要理他啊。那个，这儿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我家呀。你家离鹰屯远吗？鹰屯？什么鹰屯？你们这儿是什么村呢？啊？大姐，这是北京首都。你看，北京火车站，不就在那儿吗？北京，怎么，你不信啊？看，北京市地方粮票。我怎么会在北京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对了，你知道地质研究所吗？你就是被送那儿去的。那你知道陆叔吗？陆叔？陆国华。陆老师。认识。他在鹰屯的时候，我给他做的向导。那鹰屯是在北方大雪山。你知道？原来陆叔是跟地质勘探队去那儿了。我知道地质勘探队。那就说得通了。陆叔中毒发疯，办公室桌上的鹰屯资料被偷，你又被冰着送到了北京，这些恐怕都有联系。对了，你知道那怪物吗？什么怪物？你们鹰屯有没有一种东西能让人发疯昏睡不醒的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有什么？说啊。是诅咒。诅咒会让人发疯昏迷不醒的，应该是马殿臣的诅咒。马殿臣？魔王的名字。
是比你的名字正常多了。不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不信，我就是被这个诅咒送来北京的。大姐，你没睡糊涂吧？老龙口藏在雪山的最里面，危险得很，而且那是大魔王马殿臣的禁地，无论谁走进去都很有可能会受到诅咒。所以你是去过了？是陆老师想去，说是看地。看地？看地形吧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呢？其实我一直劝他别进去，可是他不肯听。废话，人家大学教授能被你这鬼故事吓着吗？不是，我们快到老龙口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大风雪，我们找了个地方躲着。其实我早就猜到那一定是魔王的警告。陆老师，再往前就是禁地了，魔王就在里面。你听到了吗？这是山林的劝解，警告我们要尽早回头。那只是风声而已。风水越来越大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一不留神，陆老师已经不见了，我没办法，只好顺着他的脚印往前走。那你找着陆叔了吗？没有。感觉自己掉了下去。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你在掀我的被子。我那不是在掀你的被子，我是在给你塞热水袋。那你还抓我的脚？我是要把你的脚放床上去。你还撕我的袖子呢。是你先动手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要吵了，这乱七八糟的搁谁谁也听不懂啊。菜瓜，你今天受伤了，所以呢我觉得你应该早点睡觉，否则的话你就回不去了，是不是？不，我现在就得走。现在可回不去，这么晚了早就没火车了，你要休息好了才能早点回家呀。没什么没什么，那个我送他回去，顺便去查查毒院。就你能不够？怎么什么事儿你都会呀？还嫌家里事儿不多是不是？你赶紧洗洗给我睡去。你今天就睡宝庆的房间好不好？啊，他说我房间，那我睡哪儿啊？沙发归你了，赶紧的，自个儿铺床去。饭去了。你干什么呢？这就是北京，我弟弟做梦都想来。简单，你让你弟弟去那个什么禁地转一圈，那什么什么魔王来着，就把他送过来了。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是吧？是啊，我信毛泽东思想还有马克思主义。对啊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越快越好。那赶紧的，赶紧的，我送你，我送你。我不用你送。不是，
你知道怎么去火车站吗？啊，你知道怎么坐火车吗？我可以问。那你有钱吗？没钱了吧？走。哎，我得跟你妈打个招呼。你跟我妈打什么招呼啊？我妈来了我就走不了了，快快快！妈，啊，吃早餐，我过来拿着，吃早餐。想走是吧？还想瞒着我是不是？妈，我跟您说实话，一来呢是得有人送这姑娘走，但更重要的是陆叔中毒昏迷不醒，医生说如果找不到毒源，陆叔就醒不过来。学校研究室那边我都找过了，没有什么异常，学校也会继续查，如果真有什么问题那一定查得出来。我老觉得陆叔中毒跟云腾脱不了关系，所以想过去看看，如果找到了毒源，那陆叔就可以醒过来了。我知道你肯定不想让我去，但这次我一定要去。这里面刚好有换洗的衣服，带上吧。这是路上花的，省着点花啊。陆老师帮了我们很多忙，现在他出事了，我们帮他也是应该的。医院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还有啊，说来也巧，昨天那孩子说什么鹰屯，正好你远方有个四舅爷就在鹰屯，你到时候去拜访拜访，这样也好有个照应。那地址呢？过去时间太长我也记不住，不过很好找，就剩下一只眼睛了，打猎的时候受伤了。妈，上次实验的钱陆叔已经给过我了，你拿着吧。穷家富路，而且人家是个女孩子，路上要多照顾人家，听到没有？那你一个人在家要多注意休息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那我走了吗？等等，你没坐过火车啊？看一看，在我们那儿用不着。哎，你脚受伤了？那你出远门怎么办？骑马啊。你还会骑马呀？出门打猎不会骑马怎么行？你还会打猎？今天几号了？25了。25？那离我被诅咒都过去6天了。那怎么？从这儿到那儿要多久啊？坐火车大概2天多吧。这么久啊？这还算快的呢。你知道你们鹰屯有多北边吗？你有事啊？我离开了那么久，我弟肯定急坏了。那你家除了你弟还有哪些人？我奶奶。爸妈呢？死了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干嘛不好意思啊？又不是你害死的。倒是你打算怎么找毒源？先去地质队问一问吧，看看情况。我觉得你可能不太了解，鹰屯很大，而且到处都是雪原和森林，就凭你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。别人不可以，我可以。
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张宝庆啊。你是张宝庆又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张宝庆要做的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。哇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！你是不是没见过雪？这里是不是经常下雪？千百山是不是常年积雪？是啊，雪最厚的时候有人那么高呢。哇，那跳进雪里捉迷藏岂不是很好玩？幼稚。喂，你慢一点。哎，慢一点。你跑那么快，就不怕危险？习惯。你习惯？那你让我缓缓呗。要不你先回镇子上，明天我再来接你。不行，我就不信你带路，我一定跟得上。红星闪闪放光彩，红星灿灿。安静点儿。会不会欣赏歌曲啊？这是深山，你鬼哭狼嚎的招来了狼怎么办？哟，我一无产阶级战士，我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怕狼。你见过狼吗？你见过呀，北京动物园。我告诉你，那狼还没狗大呢。放心，有我呢啊，狼来一个我踹一个。你看什么呢？你能去那边看看吗？干嘛啊？嗨，我就是觉得那边有危险，我胆儿小，想让你帮我去那边探探。哦，没问题。没什么呀。再往左边一点。再后退一点点。不是，什么也没有啊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这有陷阱，有陷阱。我看出来了。哎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。你故意的。是啊。你陷害我。我是在用事实告诉你，森林就是这么危险。看到了吧？看到什么？你快放我下来！哎，那是我的包，我的包，你快放下来，快放下来！这些东西我先帮你收着，你老实在上面待着，我回去拿点东西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回来！你这女流氓，快放我下来！你真是有病！可算是回来了，我都快喘不过气儿了。哎，哟，真有狼，比动物园大多了。哦哦哦哦哦！哟。聚成过往，风雪的荒凉，晨星的滚烫，像青春盛放，绝望。
酒中，唱一他翱翔，寂寞旧梦，把千里梦成故乡。我只剩雪过封藏，你就是。